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做人啊，要全程肯定别人都是对的，我是错的啊，是别人错了也是对，我对了也是错的。为什么我对了是错的？我搞六道轮回吗？怎么会不错呢？念佛一定是放下万缘。念佛堂常住啊，他的口头禅呐、啊，放下身心世界，提起正念啊，正念就是一句佛号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样一直念下去，功夫好的，半年一年就成功了。善根差一点的人，烦恼重一点的人，如果能够守住这个原则啊，这个原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“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”。啊，有人问我法师怎样度摄六根，我就告诉他净念相继就是度摄六根。他又问那怎么样是净念相继呢，我就告诉他度摄六根净念相继。啊，是度摄六根呢，六根不在判缘外头境界。啊，这个理很深。不是叫你眼睛不看耳朵不听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你眼睛也可以看，耳朵也可以听啊！怎么叫都摄六根呢？你看的听的不要放在心上，你要把你的看的听的统统放在心上，那你就糟了，你就被境界所转了啊！绝对不要放在心上，只有把佛号放在心上啊，这叫净念相继啊。净，这个净念，这是不怀疑不夹杂叫净啊。你怀疑不清净，你夹杂的妄念也不清净啊，什么都不能夹杂，一直念下去啊，那叫相续，相续是不间断的。念佛的秘诀就是九个字，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，这就是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。那我们今天念佛念得不能成就，这就自己知道了，妄想太多了，杂念太多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继续念下去啊，这个过程是每一个同学都要经过的。阿弥陀佛在因地经过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也经过，诸大菩萨还是经过啊。没有说开头一念佛的时候你就能够净念相继就得到了，没有那么容易啊。你看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啊，这也有不少人写信向他老人家请教啊。他说的很好，他说你一直念啊，你守住这个原则，总得要念上三年，你的夹杂的妄念呢少了。少到这什么程度呢？一支香啊还有两三个妄念，这就很了不起了啊。一支香，从前念佛堂计算时间没有这个时钟，印光大师那个时代都还没有时钟啊，那个时候时钟真的是奢侈品啊。那么寺院里面计算时间是用蜡烛用香啊，那一支长香啊大概是一个半小时，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啊你有两三个杂念，会起两三个念头，这功夫不错啦啊，很难得了，你能够控制得住了啊！这样的功夫在临命终时最后一念，你能够控住里面没有妄想，没有夹杂啊，没有怀疑，
就能往生。啊，佛就来接引你。最怕的，最后来一念还打妄想，那就完了，一生的功夫都完了。啊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一直想一个半钟点的时间，才有两三个妄想，临终一念是一刹那，很可能你没有妄想。啊，一炷香里面一个妄想都没有，很好的功夫啊！印度家大概需要5年的功夫才能做到。啊，在一炷香里头，就是一个半钟点里头不起一个妄想，啊，没有一个妄念。啊，这是念佛念到什么程度才能往生？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念佛会念呢，学教要会学。啊，学教会学，你学教跟参禅念佛的功夫没有两样。啊，学教是你这个念呢都在教里头，啊，都在经义里头啊，常常思维经义，啊，能够常常思维经义。念念都能够与经教相应，啊，这个相应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实啊，你做到了。大势至菩萨讲啊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言教是一佛，啊，念佛是广义的念佛，不一定是念佛的名号。啊，你想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你受持这一部经，你常常想到，啊，佛在经上我们读到的，佛是存什么样的心，佛化什么样的愿，佛是怎样生活，佛是怎样教化众生，佛是怎样处世待人接物。我们常常想，常常想呢，这就学会了啊，自自然然呢，就跟佛一样啊，这叫一佛念佛，你功夫得力了啊。古大德教我们，学教的人要懂得随文入观啊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用现在的话说，随着佛的这个经文的教诲，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，这就叫随文入观。那我们要接受佛的想法看法，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舍弃掉。那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是错误的，佛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。啊，你首先要能够肯定，啊，自己要能认错。啊，千万不要说我想的不错，佛讲的未必是对的，那你就完了。那你还学什么佛呢？那学佛一定肯定我全错了，我要不错，怎么会在六道搞轮回？那人家要想法有错误，人家在极乐世界，在一真法界，啊，没法子跟他比呀。啊，所以我说的话了，诸位要真的好好去想想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做人，啊，要全程肯定别人都是对，我是错的。啊，是别人错了也是对，我对了也是错的。为什么我对了是错的？我搞六道轮回吗？怎么会不错呢？那不错就不搞六道轮回了。那别人错了也是对的，这话怎么讲呢？哎，说不定别人故意做错事情给我看的，他是菩萨了，他是佛再来的，他不是真的，他在那里表演给我看，让我觉悟啊。常存这个心，
看别人都是佛菩萨，不知不觉了，自己就成了佛菩萨。要转自己的境界啊，那么这个叫真正用功夫啊。你功夫得力的时候，你自己烦恼轻了，智慧长啊。功夫越得力，人越谦虚，人越恭敬啊，无论对什么人啊，这个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习气逐渐没有了，变成智慧了。有很多人问我学佛的方法，还有很多人希望啊跟着我学佛。鬼神都笑我，很多灵媒告诉我，哎，他说法师，你旁边的人没有一个是有成就的，那你要是跟到我的话，你就没有成就了。真的，说的一点都不错啊！真正有成就的人呢，这灵媒也透讯息给我，有很多都不在身边。啊，在哪里学呢？他们在网络上学，在电视上学。啊，在我们流通的这些经书光碟上去啊，真有成就啊，异教奉行 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你跟在我旁边这是形式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